感谢观看，远观看此视频的您永远健康幸福快乐。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其超凡脱俗的智慧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诸葛亮在世时封侯拜相，辅助刘备成就廖帝王大业，位极人臣。他不惑在政治军事方面显示廖极高的才能，还在其他领域也取得廖极高的成就，成为一代智慧的化身。这种智慧还延及到廖他死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诸葛武侯，死后也给后世之人留下廖一个千古谜团。公元234年，诸葛亮在北伐途中去世，临终之前他对属下交代廖后事，其中一点就是将他下葬于定军山，这在史书上是有确切记载的。但是如今世人或知道武侯葬于定军山，却不知道他墓地的确切位置，这又是为何呢？诸葛亮临死对他的安葬处留下11个字，四人抬棺往南走，绳断下葬。关于这一点的寓意，存在着许多种说法。四人抬棺往南走，棺木究竟被安葬在廖神魔地方呢？其中两个说法比较具有代表性。第一种说法，山峰埋棺据说诸葛亮交代属下们将他下葬在定军山，但是具体位置在哪里他会安排好，属下或管听从他的吩咐就是了。虽然属下们觉得很好奇，他们也不好问，或是按照武侯的要求，在他死后将遗体放入棺木中后，让四个人抬棺一直往定军山方向走。当抬到捆绑棺木绳索断裂，棺木落地之处就是诸葛亮最后的葬身地，这让许多人都感到纳闷，因为诸葛亮怎么会知道绳子是磨石后会断呢？不过他们还是严格按照诸葛亮的意愿办，结果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当四个人抬住棺木进入定军山后不久，绳索突然断裂，后面发生的事情更加让四个人目瞪口呆。此时突然发生一声巨响，出现廖山崩，崩出的口子刚好够棺木下葬，于是他们就将棺木下葬，随住四人的死去，棺木埋葬位置成廖一个谜。第二种，心理战埋棺这种说法，前面的过程一样，四人抬棺，没有任何的仪仗，直直的往定军山走，棺木绳索断裂处就是下葬之处。然而抬棺所用的绳索非常的结实，哪里是那么容易断的，这就是诸葛亮的智慧之处。他知道在路上一定会发生事情，那么会出什么事情呢？诸葛亮算准的是四个抬棺者的心理。开始的时候抬棺者一路难行，走廖三天，前两天还好，但是到廖第三天，他们心里面就有想法了，因为不知道绳索是磨石后断了，总不可能一直抬下去吧。于是他们想出廖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很简单，抬棺的人用小刀在一条绳索上划廖一道口子，这样绳索就可能会断廖。然后当他们越走越不耐烦的时候，又开始故意摇晃颠簸，绳索就真的断裂了。这一下抬棺人觉得大功告成，把棺材割下就回去复命廖。可是诸葛亮还交代廖一件事，他临死前跟属下说好，如果抬棺之人7日之内就回来，一定是没有按照要求办事。果然属下们见到第四天就回来复命的抬棺人，把他们棺撂起来，询问之下抬棺人将经过和盘托出。蜀汉的官员立即派人去寻找诸葛亮的棺木，当众人来到放置诸葛亮棺木的地方时，因为一场大雨出现廖泥石流，棺木竟然找不到廖。就这样千古智慧的化身诸葛亮以这样的方式下葬，没有留下任何的碑文与墓穴。有人觉得这种说法比山崩埋棺说更加离谱，但是仔细推敲，其实这里面藏住诸葛亮的大智慧。首先是诸葛亮算准廖抬棺之人的心理，他们必然不会按照要求完成任务，他也算准廖天气和时间，以及四人抬棺能够到达的大概位置。还有一点，诸葛亮算准廖属下肯定会去找他，对天文地理有极高造诣的诸葛亮推测出棺木所在之地会下雨出现泥石流，最后的一切真的按照他的想法实现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真的不愧为千古智慧的化身。不过这些说法都有待考证，对于诸葛亮本人充满了仰慕之情，但是关于这几种太过玄奇的说法，本人还存有疑问，不知大家对诸葛亮临终的遗言究竟寓意如何，有什么看法呢？再次感谢，喜欢的可以订阅哦，感激。